小哥来，羊腿，羊腿啊，羊腿，我赌个绿色吧，就闭着眼射吧，反正只要射到一个，总归都是吃的，我觉得。没有，他说有一个清空选项，有一个清空选项。啊？它里面有炸弹。哎，最后那你赶紧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就是清空呢？我没这么衰吧？我心砰砰跳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恭喜探美团获得小龙虾。不行，我流哈喇子了。